熊黛林嫁给百亿富豪郭可颂后，去年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。对自己要求相当严格的她，表示自己至今尚未恢复到理想中的体重，还被说为胖，让她非常在意，立志在制定的时间内恢复从前身材。熊黛林24日参加活动，身穿黑色长裙的她露出一半香肩，超性感，裙摆的高叉也让美腿全都露。对于一般人来说，已经是超美比例，不过她却不甚满意，表示自己仅瘦到怀孕前的90%，尚未完全恢复，希望能在夏天加速瘦身进度。事后熊黛林在微博上 po 出参加活动的美照，放话在头发长长以前一定要恢复到产前的身材，坦言听到自己被说微胖时有点介意，但这些话也成了她减肥的动力。熊黛林表示不会为自己找借口，胖了就是胖了，会努力减下来。不凡娱乐整理报道。